拿到设备，对应一张小卡，小卡的插卡方向对应卡槽上的一个方图片，卡芯向上贴磁铁一面，缺口朝里，插入卡槽中，然后进行充电开机。设备现在闪红灯，稍后几秒钟转换为绿灯之后就为正常开机状态。现在设备已经正常开机，关机方法，将卡取出，稍等十秒钟之后设备会转换为绿灯。设备会由绿灯转换为红灯，按一下按键。等设备转换为红灯之后，长按五秒钟，红灯闪三下之后，可以松开关机。现在按一下按键，不亮灯即为关机状态。